上午我和老卡开车去给老卡买工作服，刚把车开到停车场，就有两个老外向我们招手，他们的车打不着火了。现在外面的温度是-20多度，车坏了真挺闹心的，外面特别冷。没行啊！啊，没行。他可能启动器坏了。应该是这样。有点像那个原住民似的。对。追点。我先停这儿，我那什么，我这地儿让停吗？不都停了？15分钟。你跟这待着。我看啊，你跟这待着。那我等你啊，我不进去了，行不？你进去干嘛去？你就去买吧。